我要视频，每2个小时我要视频一次。你告诉我女儿，让她做，我让她做的那个动作，我给3倍的现金。这会要了我女儿的命的。他一个人根本没法出力，除非他要求于佑成弃车。 这样目标又太大了，要么就是绑匪没有常识，根本不知道1000万现金有多重。还有一种可能，这是两伙绑匪，两伙完全不相干的绑匪。我和冷冷做了件错事，我们。 杀了人。